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电影《The Lake House》跳跃时空的情书里面的惯用语。今天的惯用语是 take gander at something。例句是 Alex says, "What are you looking at?" 你在看什么？Simon says, "Oh yeah, here. Take a gander at this." 哦，对啊，来，给你看一下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ander 哦。gander 呢，它本身就是有公鹅、雄鹅的意思哦。那么 take a gander at something 的意思呢，就是对某事物看一眼的意思哦。那其实它的由来呢，就是由这个公鹅、雄鹅哦，它在看东西的时候总是会伸长脖子来张望哦。那由这个动作所演变而来的，所以说呢，take a gander at something 呢，它的意思就是对某事物看一眼的意思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大家。